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回到這個正式協商會議，你看到我們旁邊有幾位這個群組叫什麼名字？不好意思，全名叫什麼？忘記了。你怎麼做事啊，羅建熙？反對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 No Third Runway 的朋友在這裡，今天他們很忙著就在這個群組裡面去回應一些人的質疑和一些人的那些叫五毛，所以呢就係啦，咁佢哋咧就好忙咁樣去解釋緊呢啲質疑嘅時候，同埋啲五毛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喺呢個繁忙之中咧就開始我哋今日嘅節目啦。係啦，咁咧就啱啱咧我就 report 咗一個人嘅 profile picture 嘅profile， 因為佢嘅 profile picture 咧就唔係一個真人，咁所以咧就請大家咧即係繼續幫手咧去 report 啦。咁跟住 Facebook 嘅即係 terms and condition 我冇錯嘅，咁係啦，大家幫手撳一撳下呢個 report 嘅function。嗱，所以一人。一舉報，冇錯啦，因為一舉報咧，民建聯嘅 profile 咧都俾我哋稱得嚇七七八八啦嘛。嗱就即係咁啦，羅建熙你都好唔啱啦。我今日我就係咧，即係我都要解釋一下點解又約啲啊？點解一班人喺度，然之後我坐喺中間，同埋點解有張吉嘅位嘅咧？因為呢張台咯。係啦，咁啊又係一張台，又係呢張一張圓形嘅台嚟㗎啦，冇錯啦啊！嗱就即係咁嗱，佢連呢個 page 咧都個全名都唔記得，都講唔到咧。即係正常嘅 ，Michael 係嘛？正常嘅，因為始終冇辦法啦。各為其主，乜嘢？咩？各為其主啊！即係呢個嚇、機管局嘅錢都收咗啦。唔係佢冇份收錢嘅，係咯，佢冇份收錢。呢張台有份收錢啊嘛！張台嘅股東有份收錢啦，係咪？係啦，咁啊，股東，唉、真係力就要出，錢就冇得收。飯就吃得一餐。我喺度 engagement 嘅啫，我咩都唔知道。係我負責做 engagement 喺度。嗱，今日個畫面非常之吊鬼啊！零零舍舍有張空凳，擺埋一邊嘅，但係仲要擺埋一邊喎。冇錯，我哋呢張凳其實應該留俾邊個咧？其實原本諗住係留俾劉曉波嘅，咁但係劉曉波咧就仲喺呢一個嚇遠處嘅北方啦，落唔翻地住啊！咁啊，本來又留俾第二個邊個啊？嗱，應該咧，照正常嚟講咧，我哋繼續喺度咁忙碌於呢個第三條跑道嘅事咧，呢張凳咧，其實嗱，機管局今日機管局一直都話：哎呀，我哋好 open 嘅，我哋好樂意溝通。嗱，我哋又擺定張凳喺度，我哋就有請呢、這個。機管局的 COO 馮永業先生咧，就上嚟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佢哋班友係點會上嚟啦？咁另外今日咧好正嘅呢個咁嘅即係所謂公眾論壇咧，原本一個識廣東話嘅機管局發展總監嗰條友咧就全場扮嘢，就淨係講佢識聽廣東話喎、He is a Chinese。佢話俾你聽。之前公民黨咧去參觀呢個機場嘅時間咧，佢係對住我講個廣東話嘅，係唔好流利，識中文嘅，流利噶扮硬膠啫嘛。嗱、即係呢一樣嘢咧，如果咁講法，就非呢個嗰位先生就真係非常之政治不正確，都回歸咗十幾年啦，仲喺度扮講英文扮高尚，都應該學阿謝咁，我曾蔭權都著事啦，有乜所謂啫？沙沙實實，沙沙實實啊嘛，我而家興啊嘛，係啊。好學唔學嘅，學英文都有嘅。今日咧就個論壇點啊？嗱，今日咧就呢個機管局呢、這個香港機場2030咁啊，舉行第一場公眾論壇。我話事我其實我係連機管局嗰個成個 project 嘅全名我都係唔記得㗎。枉你仲揾枉為呢張台，非常之抱歉。乜劇？你啲名真係好難，啲名真係好難記啊！嗱，幾難記？羅建羅，擺張貓紙喺度啦，三個字啫，唔緊要，我哋都好 free 嘅，好 casual 嘅，唔緊要係。即係羅建熙呢三個字都啲要寫嘅話都好難記。係啊，個羅字好多筆畫，我當時細個罰抽慘嘅。點解你嗰個香港機場？咩啊？香港機場2030嗱，個問題嚟啦。今日阿羅建熙，你冇理由唔去噶。點解咁講咧？你歸為呢、這個呢張台嘅重要成員，又嚇點啊？應該要走去冧友撐場啊嘛，好似啲航空公司啊、空運公司咁噶嘛。我再一次重申，我哋係負責 engagement。嗱，你見到啦，嗱呢個咁嘅五毛咧喺我哋 page Winsum 咧嗰度話咧 ，what is the difference 啊嘛。咁理論上咧，如果一個識英文嘅人咧，應該 what is the difference 啊嘛。Difference 係咯，咁嗱呢位朋友，我建議咧，你會即刻轉 profile picture 啦。
系啦，诶，也就是说咧，就吓，这里是香港哦。仲有啊，其实咧，佢头先讲咧，有一句咧就系咩？你真系好戇鳩嘅。咁咧，因为咁样嘅情况咧，我 report 你多一次。OK，OK， 即系呢个辱骂性啊嘛。系啦，系 harassing me 嘅。OK。系啦，咁就哎呀，死啦！我已經 already submitted 啦。OK， 唔該你 report 呢個人。OK，Wins 去 harass your friend。到我 report 啦。report 去 harass 個 friend，which is 係我。好啊。OK， 係、okay. 啦，講到明啊，呢啲 Facebook policy 咧就冇辦法噶啦，你要跟住 rule 嚟做噶嘛，係咪先？好啦，咁但是在大陸裡面有規矩的嗎？没有，但是在 Facebook 里面是美国的世界啊，就是还有呢、啊、这个呢，国内有时候也有一个叫那个防火墙嘛，你翻过来好像也是有违国家的法律的，有违规矩啊。对呀、啊、对啊，他明明就是不给你翻，你这样跳过去不行，对，需要管。对，那好啦，我哋而家翻翻嚟香港，我哋讲翻我哋广东话先。嗱，个问题系话咧，咁啊呢个五毛，佢又话喺度呢个空域限制诸如此类，又或者飞机同大帽山冇关系喎。嗱，我咁嘅，我 offer Wins 五咧一个机会。咁咧，依家我喺 update 個 status 就係請 Wins 咧打嚟31628767。嗯，再重新一次係31628767。我哋今晚正式協商會議係有。我淨係聽你封煙 ，OK， 其他人唔聽。阿馮永業打嚟咧都 OK 嘅。係啦，又或者係呢、這個啊機管局主席。許漢中，唔係許漢中 CEO 嚟嘅 ，CEO 係啦 ，CEO 就 OK 啦。記住啊，呢個許漢中係俾港龍炒嘅 ，OK。咩啫？咁係事實啊嘛。咁佢同嗰陣時同阿董建華個仔一齊去喺港龍裏邊打天下，咁、結果啊搞到港龍成地都係膠，就算 full load， 就算一個即係 full load 嘅嚇。嘅飛機都差唔多蝕錢嘅，咁犀利，係啊，咁冇嘢，好難做喎呢樣嘢，俘虜嘅飛機都好難做喎呢、這個真係，我真係覺得好掂啊，好詬異啊呢、這個，係啊，因為嗰陣時咧，我哋用即係嗰啲咁嘅經濟艙用嗰啲餐具咧，全部啲重嘅不鏽鋼嘅，哇，跟住又俾人立咗曬。立走曬又不特止啦，咁兼且仲有重噶嘛，重嘅飛機加油啦，係咪先？所以你發覺咧，其實咧好多時咧航空公司咁唔環保有原因，因為輕嗰啲。係、啦，所以咧，當大家而家搭飛機咧，即係要用啲食餐嘅時候咧，用啲膠，要用啲膠嘅嘢咧，唔好見怪，唔好諗，唔好以為自己上咗高登要用膠。你係有原因嘅，除咗拉登之外。咁點啫？你個機場2030咩？第一次咩論壇？呢、這個哇，呢、這個真係我覺得咧，機管局咧真係絕倫啊！因為絕倫在於咧，佢係用一個鐘頭嘅 lecture 咧，係 lecture theatre 係啦，你聽過八個人喺度鳩噏就講到我哋香港咁勁嘅，因為有呢、這、一個嚇。商船啦、啊，就有商船啦、啊。我哋商船係啊，由講由從呢、這、一個嚇、啊、遠古到依家香港已經係一個又講啊，葡萄牙管治澳門幾百年前啦，到依家又冇工業啦，香港又點啊？嗱咁嗱，澳門有冇工業？澳門有賭博事業。你夠唔夠膽講澳門係零工業？咁又唔會。咁啊係咯，咁嗱，鳳梨酥，你食嗰啲嘴香丸啊、舉機啊，手信咯，咪係咯，你啲手信啊 ，made in 麥靠噶嘛。喂，仲有喎、啊，老老實實，就算你話真係要揾部 E 車喺度推下推下，去黑沙環都會見到噶喎、好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機管局做嘅嘢咧，完全係派膠眼膠兼無倫嘅。但係成個節目有幾長咧？成個節目兩個鐘啦，有一個鐘 lecturing 咯。係咯。即係話根本機管局咧就用咗差唔多接近一個鐘頭有多嘅時間咧，就喺度噏埋啲廢話。喺一定程度上咧，就可以話嗰啲廢話入邊咧，都係繼續做一樣嘢啫。係想洗腦。咁、但係咧，好明顯咧，就係咧，我哋嘅偉大嘅祖國係嘅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未喺度推行之前咧，啲人係反洗腦嘅。係啦，咁咧全場裏邊咧就有一個航運界嘅妹，咁好明顯見到咧佢叫 Jennifer 嘅時候係咪 Jennifer Lam？ 嗱呢個 Jennifer Lam 咧，如果冇記錯咧，係好似係國泰嘅其中一個 PR 嚟嘅。OK， 嗱我冇記錯嘅話，如果我記錯就算夠。但係佢話喺空運公司做，貨運站做嘅噃。貨運站做啊？啊有啊，呢、這個唔係喎 ，CX Cargo。其實 Pacific Cargo。
可能㗎，你點知啫？係咪先？咁啊係。係咯。好啦，咁除咗一個人話贊成起之後咧，咁就其他都嚇質疑嗰啲數據啊，唔公開。佢呢個唔係航運界嘅諮詢會嚟嘅咩？佢唔係公眾諮詢啊，唔係航運界啊。哦、航運界啲技術論壇去搞過。已經搞咗係嘛？咁但係我唔知裏邊發生咩事啦，閂埋門打交㗎嘛，係咪？係啦。係咯。我又叫我叫馮志正叫我帶入我帶我入去嘅，條友又搞唔切咁樣嚟。我真的很想看呢究竟他的技術報告裏面呢那個 page 232到235裏面那三張圖他可以怎樣降落很簡單的啫，很簡單的啫。而家香港機場的導航系統要降落的時候講一隻飛機是一條直線，其實所有飛機場最好降落的時間都在30公里前差不多是啦，都要應該直線啦，係咪先？如果用 ILS 嘅話，啱唔啱？差唔多啦，即係十幾海海里到，係啦。係啦，咁咧咁如果係根據翻啊機管局咁樣畫嘅話咧，佢完全咧係已經當香港係冇空場啦，同埋空域管制呢一回事㗎啦。咁就喺呢、這個嚇喺呢個大帽山側邊兜個圈咁樣落。係啦，咁啊諗住咁樣就過到骨啦，穿過落馬洲，唔係穿過羅湖。即係羅湖嗰邊落方面，咁之後咧就喺荃灣淡水湖附近開始轉彎，轉完彎之後咧就對住大帽山，咁之後就直落。好啦，咁依家咧呢個時間咧，其實就可以 show 翻係啦呢一個咁嘅圖仔嘅。所有香港人咧都唔明咧，其實咧香港嘅空域嘅樽頸喺邊。咁不過依家話俾大家聽啦。OK， 咁咧喺嗱，我見到啦，一國兩制之下，哎呀遮住咗，遮住咗香港，遮住咗添，可以可以遮翻另一邊，係啦，遮翻另一邊，遮翻頭先嗰個位，遮中國得唔得？係啦，遮咗中國，係啦，咁啊嗱，香港嗱，你見到啦，大家 screen 見到啦，一邊咧左手邊係香港，右手邊係中國啦，係咪先？我哋分咗兩個嘅國境嘅，嗱咁咧嗱，分咗呢兩個國境之後嗱，咁係啊嘛，航空裏邊管制係兩個國境嚟 ，jurisdiction 係啊。Okay, no problem. Jurisdiction 好啦，咁呢個兩個 jurisdiction 裏邊咧，其實咧都大問題咧，我哋都係受制於解放軍嘅限制，就係、是、有呢個空場。冇錯啦，咁所有飛機咧喺5000尺到15700尺嘅情況之下咧，都唔可以平飛，又或者係過境嘅。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咧畫咗兩條線，綠色嘅。OK， 咁咧就可以喺15000尺上面穿過啦，又或者喺5000尺下邊啦。係啦，穿過嘅。咁可能大家會問啦，5000尺有冇飛機飛咁矮咧？啊，有㗎，香港去廣州啦。冇錯啦。係啊，小明唔搭火車搭飛機就要。係啦，咁佢咁中意打架飛機嘅話，咁我都打架飛機主義，咁我都冇計啊，係咪先？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亦都係話講緊呢個空場嘅限制嚟到講咧，就導致到香港境內嘅嗰個航道咧，嗰個航道嘅設計咧就受到一啲嘅限制存在。咁我話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話，當大家喺銅鑼灣或者喺灣仔附近啦，行行下街，點會聽到飛機聲嘅咧？係咯，點解嘅？點解嘅咧？其實個原因就係話，其實你會見到嗰隻飛機咧，就應該係向北嗰個方向飛去嘅。是不是即是你會看到隻飛機就向住維多利亞港上空咁樣飛過去。其實嗰隻飛機咧就唔係準備落，我哋叫落地，唔係準備降落，係離開香港。但係佢要向北飛嘅原因就係話，佢要將隻飛機先飛去香港嘅南邊，大概赤柱對出，然之後就轉彎，再一路爬升到15700尺以上。先至係進入中國嘅領空。咁但係試諗下喎，如果冇咗呢個空場嘅時候，佢就可以喺赤鱲角起飛，直接係轉彎向北走。嗱，試諗下，兜大幾個圈先。而家呢個就係話喺嗰個空場導致到嘅一啲嘅問題啦。咁但係咧，今日成個論壇咧，咁啊台下嘅我唔講住，我講喺台上嘅嘢咧。台上除了不斷去洗腦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當有一啲台下發言嘅朋友的時候咧，佢哋講要提出質疑整個計劃本身入邊會唔會有一啲嘅所謂一啲資料、有啲數據係冚住咗嘅時候咧，台上嘅嘉賓咧都係只係喺度做緊咩咧？喺度做緊小朋友，一班小朋友玩嘅一個遊戲叫閃避球。
咁咧就永遠都係啦嚇，多謝你嘅意見，我哋會考慮，我哋會聽，我哋聽到咁樣，即係啊唔少佢媽媽都已經係算佢啦。咁咧我哋仍然係覺得咧呢個嚇讀 San Fran State 嘅呢個 Wins 咧就實在太過阿凡膠嘅有啲，係咪？你覺得係有冇料啊 ？Uzi 你覺得？我覺得佢冇料嘅。喂，真係唔冇料啊！佢講啲嘢呃人嘅喎，全部。係啊，3.0 加 slope 你真係喂。啱到先算啦，你講唔講出嚟？你唔講出嚟，我真係當你五毛，繼續 report 嚟嘅啫。係啊，嗱個問題就話，即係喺所謂叫3.0 街 slop 呢一樣嘢，喺咁可以話 Uzi 算唔算喺航空技術層面嚟講一個好基本嘅一個安全要求？係基本常識添啊！一個飛機佢哋即係由嗰、那個。他們近場所謂一路落到溫位，一定就是以這個3度或者最多 3.5 度，再多的時候就是飛機一定要有特別配合，特別的機種，或者那個機員要特別的 training、例如我是機師，我要特地考一個試的、樣所以一定是 3.0 的，但他現在是少過 3.5 的，是啊，即是 3.0 的，香港通常一定是 set， 但是他新跑道都是就算在大澳山那邊、都是 3.5 以下，我們計算一些中學雞數，你想想由那個溫位數一個 3.0 嘅呢個下降嘅角度啦，咁就唔得嘅。咁但係 3.5 去 3.0 到 3.5 之內咯。咁 3.5 都會撞嘅喎。點解會撞？嗲係咯，因為你喺機飛嘅時候前面喂有個大帽山喎，你一定要過咗佢先可以即係高速落，都唔係高速，你一定要過咗嗰度咧，你先至咧同個地面距離就唔會太過接近。即是要過了個大帽山先可以，如果不是落落下架飛機突然間嘟嘟 turning 咁，跟住就會炒噶啦。Pull up， 係啊 ，pull up， 有冇聽過？有冇聽過 ？pull up， 我只係聽過 Mayday 嘅啫。哦，有冇？咁你要聽下入行123嗰段聲帶啦，撞嗰段聲帶好悲。係啊，好多嘟嘟 pull up， 嘟嘟 pull up。哇！完全，我發覺咧，我如果我喺個 copy 裏邊，我絕望啊，算啦，撞撚咗佢，係咪先？即係個銀都係中。喂，咁如果咁，即係架架用即係新跑道嚟香港飛機都要撞噶啦喎，咁絕望。係啊，絕望到爆炸啦，係咪先？嗱，你諗下啦，嗱，降落緊，嗱，依家機管局真係夠攬死話係咁樣降落啊嘛，係咪先？我哋原本諗住佢都唔喺嚇，即係大帽山咁嘅方向降落啦，咁即係唔喺青衣嗰邊降落啦。哇，真係夠攬死做喎！即係如果佢過咗大安全嚟計，過咗大帽山4277個 feet 嘅時候，先追翻個3.0 街 slope， 又唔知會點。咁啊喺跑喺第三條跑道嘅中段至尾段先至 touch down 咯，系啦，睇下先 for the 10 kilometers per distance， don't tell me you cannot avoid it， come on， what's the point of ILS？ 唔理啦 ，OK， 呢啲咁嘅阿凡交嘅，我相信交都費事派，交都費事俾。好啦，嗱，依家又睇下畫中畫啦，各位朋友。嗯，好啦，嗱，呢張圖咧就已經咧話好多 email 嚟。係啊，因為呢有多 email 啊，因為叫我又去嚇食下飯、吹下水、傾下偈咁樣啦。呢個圖好複雜，可唔可以解釋下？啊，呢個圖咧就係咧所有飛機咧嚟香港嘅時候咧一個 path 嚟嘅。咁依家係咪少咗一條嘅？其實咧本身咧就想咧喺呢度咧。就加啲水啊！喺呢個位畫先啦，直頭俾大家睇清楚曬。咁啊，本身咧，其實咧，嗱，講一講啦，嗱 ，mouse pointer 呢邊呢條隊咧，就係咧由太平洋收嚟嘅飛機啊，咩台灣、日本啊、美國啊、太平洋嚟嘅飛機。咁原本係加條隊啊，但後來咧就要讓咗俾澳門嘅飛機喎。咁樣你見到就攞得好貼呢個咁嘅空場啊，嗱，即係呢度係中國邊界啦，航空上嘅。嗯。咁跟住呢度咧又有條隊咧，好短嘅。就是中國落嚟嘅咁啊，咁但你記住喎，個飛機呢度咧一定要保持個高度，佢先可以落嚟噶。係啦，嗱呢度咧又要保持嘅喎，因為呢度即隔離海南島嚟噶嘛。咁、唯一係呢度咧，香港又可以完全咧自己控制嘅，因為呢度係即係太平洋咧，咁就係香港管嘅咁樣。嗯，係啦。咁所以咧嗱，你睇到啦，哆唻咪花四條路，嗯，四條路咧嚟呢一個嚇空路咧嚟香港嘅。咁四龍咧最後咧就嚇。匯聚於兩個方位嘅啫，兩個控制點係啦，一就一係就呢一個啦，東龍島係咪先咁樣抽個頭咁樣入去啦，一係咧就真係呢一邊啦 ，OK， 沿翻住呢一邊咁喺香港擦邊球，你見到啦嚇、之後再兜翻入去大澳咁樣落嘅，所以你發覺咧，所有泰國嘅飛機咧，你如果去泰國咧 ，OK， 咁啱死咧要降落嘅時間咧，發覺你要兜圈咁樣兜個機場咧 ，OK。
咁樣轉轉轉轉轉入去入去呢度位先至轉轉轉轉轉咁樣過落嘅。OK， 嗯，係咪好硬膠咧？嗯，係啦，硬膠好似點解咁硬膠咧？就係、因為我哋有呢一條咁嘅空牆。OK， 如果我哋解決咗呢個空牆問題，即係不再令佢存在嘅時候咧，你知空氣嚟嘅啫嘛。嗯 ，OK。set up 呢個空牆嘅都係啲解放軍嘅軍官、嗯、，OK？ 你九七年之前有冇啲咁嘅嘢？九七年之前就冇乜嘅，我唔記得九七年之前有冇㗎？九七年之前都有嘅，因為佢係解放軍一路咧要霸住呢個空域，就話呢度危險啊，我一定要睇住佢嘅咁樣，所以一定都有嘅。有幾危險？咁但係點解嗰時冇事呢？就因為嗰陣時大陸又唔係咁多飛機嚟香港啦，就冇人有咁機海咁嚟曬，同埋你啟德始終讓都會讓得俾外國飛機先。就即係大陸飛機少啲，但係而家就唔係咯。而家順理成章，你一定要俾大陸飛機落嚟噶啦嘛。咁、但係佢係咁懟落嚟嘅時候咧，你就死啦。仲有歐洲翻嚟香港嘅飛機咧，都係要經呢條隊，因為要經中國嘅空域噶嘛。咁、以前係咪必經中國空域噶嘛？你知道？以前兜大圈噶嘛。但以前咧，如果當中國空域未開放嘅時候咧，香港飛歐洲咧，先飛去 Bangkok， 先去曼谷，跟住下邊啊再上去。喺泰國之後出咗去印度洋，然之後後咧就喺大約而家嘅沙地阿拉伯。即係近住紅海嗰個位咧，先至插翻上去。係啦，呢個係講緊大概八幾年，大概係八十年代中後一度，直至中八十年代中後期都係咁樣樣去飛嘅。但係而家咧，可以就經過中國嘅領空啦，然之後經過哈薩克、俄羅斯、白俄羅斯咁樣樣飛過去咧，其實 overall 嘅時間上咧，就道理上慳咗大概兩。至三個鐘頭到，梗係啦，飛 Bangkok 都長唔少時間啦，係啊，但係個問題就話，而家始終咧就係話，有個空場喺度，你都係需要點都要將只飛機咧係先喺香港嘅領空範圍咧爬升到15,700尺之後咧，先至入咗去。咁呢度嚟講嘅話，根據翻呢個國泰航空前董事總經理，唔係前 CEO 添啊，前 CEO。陳南陸先生講過咧，咁樣樣做法咧係浪費咗20分鐘。係啦，好啦，或者各位可以咧又睇下呢個畫，又睇下呢個嚇 J 圖嘅。係啦，係啦。嗱，呢個 J 圖咧就話咗俾你聽咧，香港咧離開香港機場咧要點樣出去嘅。嗯。OK， 咁咧我發覺咧有一條點好正嘅，就係咧嗱呢一個啊。我哋咧嗱，所有飛機咧經過青衣島之後咧，向下邊咧係穿過銅鑼灣啦，去到小西灣啦，咁、之後咧就去到呢個東龍島嘅，係咪？係咪叫東龍？東龍島冇錯。係啦，通龍啦 ，OK。通龍之後咧，嗱，我唔知啦，個飛機如果兜咁大個 loop 之後咧，穿過荃灣淡水湖啊、大浪西啊咁樣，咁夠唔夠15,000尺咁樣？15,700咧？哦，通常嚟講啱啱好夠嘅，但係有時有啲飛機去長途，真係去歐洲咧，佢先未必夠咧，就唯有咧，當嗰、那個即係嗰個航空交通工作人員見到佢唔係好夠啦，就開始大埔工業區咧，就特登拉翻佢出去海度再飛多陣先。咁樣。係啦，再飛多陣先。咁樣貼啊，飛飛，哇哇，咁貼到落去呢度。咁咪再兜翻過入去咯。呢度大灣核電廠。跟住再轉翻個彎入去，入去呢個 B 區喎。二咩嚟份啊？今次。呢度大灣核電廠嚟喎。咁啊，拉登知道呢條橋 OK 喎。轉翻個彎入去啦，咁啊先至計157。即咁樣再兜個圈，擦邊球咁樣咁先。係啦係啦，因為你一定要15,700尺啊嘛，咁有時佢未必即係夠力咁快飛過。佢點知嘅咧？佢真係會 check 住嘅。怎會不 check 住啊？你身為一個航空管制員，唔係I mean大陸啊，怎會不 check 啊？梗係會 check 啦，全天候㗎，激落你㗎啦，真係啊！咁緊要啊？哇，大佬北韓嗰啲解放軍喎，北韓嗰啲真係激落你㗎，大佬係唔講笑㗎，試過㗎啦，知唔知啊？蘇聯嗰啲激落㗎，大韓航空係咪先？一炮行家產。唉，真係好陰功，係咪先？好冇陰功㗎。咁就算呢啲嚇，唔打冧你都揾架蘇廿七係咪航下你咁樣逼降你？咁你都嚇嗱，所以咧，其實咧，日日可能有大家又會有問題，點會爬唔切㗎？嗱，因為咧，其實飛機要爬升好降落好咧，仲會涉及到一樣嘢，就係話所謂喺飛機上面佢而家。所以孭住幾多貨，孭住幾多人，孭住幾多油。嗯、而如果係話隻機，佢係所謂叫 full load 同95% 嘅 load 咧，佢能夠做到嗰個爬升能力咧，
都係會有出入嘅，都爭好遠啦，都爭好差 5% 爭好遠㗎啦，係啊係啊，真係所謂叫做用差之毫釐謀之千里。嗱呢啲情況嗰個存在咧，嗱你都可以話機管局呢次贏曬㗎，因為呢一啲咁樣樣嘅咁 technical 咁技術性嘅問題嚟講話咧。一般的市民大眾咧，未必咁容易理解得到啊嘛。你估有幾多人真係睇過253頁嘅技術報告咩？係咪先？睇完都唔會識嘅。咁但係個問題就話，機管局，機管局今日喺台上一味去講話咩？市民大眾最擔心會係咩啊？海豚、海豚、環保、生態。但係事實上，老實講，呢啲咁嘅技術性問題涉及到好多人身安全嘅嘢。隻字不提喎 ，Michael。冇錯啦，咁咧休息翻嚟咧，嗱休息時間我哋會繼續答阿梵膠 Winsim 嘅問題。咁咧休息完之後咧，就俾大家睇下咧，其實咧機管局嗰、那個嚇、啊、落場嗰個降落圖係點樣啦。咁亦都係嗰句啦，如果唔解決空域同埋空場嘅問題，而機管局可以話咁樣可以降落到咧，我切。你倒追係嘛？你依家梗係倒啦，大佬點解唔倒啊？17,000翻嚟再切啦，轉頭翻嚟，我哋睇下。Michael 能唔能得到啦？轉頭再傾，再見。扶貧致富喺2011年4月至7月舉行咗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嘅研討會 ，RTV 就呢個議題製作咗一共8集嘅專輯，並請嚟來自各界界別嘅嘉賓就呢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有興趣嘅朋友請留意 RTV 嘅網上更新。好，翻嚟第二節。會議大家好啊！呢個係 engagement 嘅 Saturday， 係啦 ，stage two，stage two 係啦。咁呢個 stage 2 part 2係啦。咁上次講過啦，OK， 我就豪賭啦，係咪先？我豪賭嘅話，梗係有原因嘅，又可以睇下畫中畫先啦。係啦，啊嗱，呢一個係機管局嗰份呢個機管局嗰份技術文件係啦。你見到個文件嘅頁數咧就239頁嘅，係啦 ，OK。咁呢個咧頁數咧話咗俾大家聽咧，就係如果咧你用依家現行嘅5行道咧，係啦，咁咧就可以多一條航道降落，又或者3行道咧都可以咁樣兜落嚟降落嘅。係啦。咁但係頭先咧，大家睇個咁複雜嘅航空圖都知道啦 ，OK。你喺呢個位嘅時間咧係15,700 feet 噶嘛？係啊，冇錯。係啦，咁你點樣可以咧喺唔兜多一個圈嘅喺大埔工業村上面兜多一個圈，再黐翻落去大灣核電廠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 descend 到5,000 feet 咧？係呢個上水急降10,000尺去到呢、這個，即係大家要玩緊呢個叫做空中跳樓機，即係跳樓機啦，係嘛？冇錯，因為飛機垂直咁樣懟落嚟㗎啦，要係啦。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啊機管局啊 provide 得係用呢一個咁嘅圖嚟計數，全個機場喺最終三跑道嘅容量係102班嘅話咧，就真係撤咗佢算啦。太街坊，我記得我幫你煲，係咪先？佢做到嘅真係撤啦。喂，呢個圖係咪小學雞整嘅？你話嗱？佢咧將嗰啲市民平時見到飛機嘅地方咧，就一點一點嘅星星咁串連埋，跟住就整一個咁嘅航道。嗱、那個問題咧，呢個問題咧就係話呢張圖好明顯係一個誤導嚟嘅，誤導咩？誤導一啲一般市民嚟講對航空嘅唔認識，即係一啲你唔會知道一個空場，唔會知道3.0階 path， 唔會知道落翻4,500尺 ready 去降落嘅咧，就所以衰啲講，你就可以困鳩市民。冇錯啦，咁啊，即係大家都揾唔到李氏力場嘅，不過香港呢個空場我哋又揾到啦，係咪先？所以叫李嘉誠唔該醒目啲啦 ，OK， 揩歐咗李氏力場去。咁不過講翻先啦，嗱呢個咁即係咁低能嘅界即係呢個咁嘅 path 咧，喺我哋偉大嘅側根嘅一個叫做嚇深圳寶安機場，呢個係咪深圳寶安啊？呢就係深圳寶安機場嚟嘅，冇錯。係啦，深圳寶安機場咧都遇著咧有相同嘅相似嘅問題。喂，但係香港係完全兩碼子事嘅事嚟㗎啦喎。係，咁其實我原本諗住開澳門嘅，咁但係我又揾唔翻澳門個 graph 出嚟。唔緊要啦，嗱呢張圖咧可能睇望落好簡，望落大家都唔會睇得。請問個機場喺邊度啊？誒呢、這個唔係機場，中間呢、這個會食呢個就係跑道，係、okay, 啦、okay ，係啦呢一點啦，咁樣咁你發覺咧 ，OK， 深圳機場咧，如果啲機咧，嗱呢邊都係空場嚟㗎，你見唔見到咧 ？DVA 嗱呢邊啊 ，deviation to south east is strictly forbidden 嘅，即係叫你就唔好走咗去香港，千祈唔好走咗去香港啊！一走咗去香港，俾人打飛機嘅，知唔知？嗯，香港冇防空炮嘅，你點知食？你點知有冇啫？真係有。
你點知啊？你點知又唔係你 set？ 唔係咯，香港有冇坦克車？你知唔知？你啊，是不是好啦，我哋只可以话唔知嘅啫嘛，系咪先？好啦，嗱呢一度咧都系贴住咧香港嘅空墙啦，系咪先？咁咧喺度吓，你都睇到啦，人哋飞机咧都系因为有呢个空墙限制咧，所以先要吓转个大弯嚟到呢、這、一个，系咪嚟到呢个 point 先至对直噶嘛？系啦，因为大陆啲嗰啲飞机咁样飞法咧，佢特登咧要俾啲军航飞机可以直线怼落去北京都得噶喎。啊、所以他才敢設計，但香港是完全沒有這樣，所以剛才那些是全部老作，就一定是不會這樣做的。好啦，那就可以、啊、都沒什麼圖看了，給一些真人來看一下吧 Michael 你。是啦、香港那些是啊，一間先開啦。好，一間先開。我講多少少深圳機場啊，深圳機場的話呢，如果當它在可能在東邊華東那邊飛下來的時候呢、嗯，而講緊係要喺南邊降落，即吹緊北風嘅時候咧、嗯，南邊降落咧，當你坐喺飛機嘅左手邊咧，你係會望到有一條橋，而橋上面嘅車咧係右軚行車嘅喎、哦。嗯，咁要背上翻頭先講緊嗰個圖咧，望到嗰條橋咧，如無意外就會係深圳灣大橋。嗯，即係話咧，深圳機場咧喺一定程度上就啱啱好咧。就揩住香港嗰個空嗰、那個空域咧嚟到用埋嘅，咁某程度上算唔算？算唔算霸住啲地方咧？澳門喺邊度？霸住㗎，係啊，係霸㗎，即係霸住地方。即係呢啲係咪一個空場都唔夠，仲要加多條航道壓住曬？但係佢條航道係點樣壓住法咧？即係嗱，因為嗱，你知我哋呢啲好 layman。嗱，當係呢部咁靚嘅呢個 MacBook Air 咧，係呢、這個嗰、那個邊界啦，領空範圍呢邊咧啊，呢邊咧就係、是、呢個深圳唔係中國嘅領空，呢邊就是香港嘅領空，即係講緊嗰只飛機係咁樣樣插，係啦，打平啦，打平啦，係啦，嗰只飛機係咁樣樣插住邊喺正呢度就香港啦嘛，喺呢度咁樣樣抽翻過嚟落地。咁佢其實壓咗香港幾多位咧？如果佢真係咁問邊咁樣去拉嘅話，即係香港飛到邊，即係去到咩位係唔飛得飛機嘅咧？問題咧就唔係話佢壓咗幾多香港位，而係話就算個空場，我哋上一集同呢一集去講緊個空場消失咗也好咧，個問題呢度本身係深圳機場佔用咗嘅空間嘛，你香港嘅飛機就即係點樣兜都係唔入得佢嘅，你俾人頂住啊嘛！依家呢度係啊，尤其是人哋深圳機場話要起多一條跑道啊嘛，人哋起多幾條咧就嚇塞鳩住我哋嘅，知唔知啊？係啊，係啊，所以我咧即係黃世澤咧話咧買起深圳機場咧，其實都係一個啱嘅選擇。買起佢之後就可以令到佢唔起啊嘛，係啦，敵意收購嘛，人哋上市嘅係咪先？九啊幾億人民幣，機管局會攞唔到出嚟？咪喺1200多億都話係咁攞咯。嗱個問題就係話，好多人都會覺得深圳機場唔方便喎、啊。深圳機場唔方便？喂，點會啊？嗱，譬如好似我住沙田咁啦，深圳機場依家搭幾個地鐵站去到落馬洲，跟住搭火車翻到屋企嘅嘞喎。但係個問題就話，始終你一抽二冷又要過多次關嘛。嗱，其實如果喺商業考慮上面咧。呢樣嘢真係擺埋一邊嘅，要清就你清啫嘛。但問題如果收購埋呢個深圳機場咧，咁變咗呢個航機嗰個營運啦，會產生收益噶嘛？著陸費啦、停機費啦，仲有呢個貨運處理費咧，全部歸邊個啊？香港機管局。嗱，呢個就係問題所在啦。仲可以賺人仔。仲有一個因素就係你買埋深圳機場咧，即係而家嗰啲咧，逢親中午飛去梅園啊，飛去進攻啲飛機，唔好停插過啦。你冚唪唥你深圳到過內線咁飛啦，咁係咪分流到咧？我諗梅園個班機都可以直頭取消啊！深圳每日有十幾班嗰啲咁嘅長途巴士，要行高速有高速，要行國道有國道去梅園，行高速4.5小時，行國道大概7小時，仲使唔使坐飛機？哇！咁咪即係而家香港嗰啲飛機做空氣噶咯喎？嗱呢個咧，我哋誠意邀請咧。機管局嗰方面同埋呢個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提供一下咧，嗰幾班咧，我哋會質疑佢係咪載空氣嗰幾班飛機嗰啲嘅資料，我哋非常之歡迎。而講緊咧，呢幾班飛機仲有一個特色喎 ，Michael， 你估下咩？
真係有咩特色啊？空機去空機走啦。除此之外咧？除此之外，細機啦。差唔多可以話咧，而家 existing 香港機場出現嘅最細架飛機，幾多位啊？你估啊？你估啊？32。咁又唔止嘅。咁又冇咁少嘅。你又巴大啲定佢大啲啊？差唔多。六十八，細個旅遊巴啲啦，細個旅遊巴，嗱一架12米長度嘅旅遊巴，唔好講啲窄窄逼逼結結嗰啲，我講兩座位，加2位，49，嗰兩架飛機正咯，減一個48 ，ERJ145，係啦，嗰陣時我去 Toronto 翻 New York JFK 咧，都係坐過呢一架咁嘅嘢。嗯，好啦，嗱，我根據 Yuji 嘅要求咧，終於咧部機咧克服咗輕機嘅障礙咧，開到咗呢一個咧澳門嘅 Flypath 啦，咁咧依家又可以畫中畫睇一睇啦。OK， 好啦，由 Yuji 唔該解釋一下啦。好啦，首先揾咗個機場出嚟。嗱，我哋嗰、那個嗱澳門機場喺呢度啦，嗱、這、呢個就係空場。嗱、okay. 奇怪喎、哦，你睇下澳門嘅機場有特權喎，居然佢可以咧個空場裏邊咧自己咧啲飛機咧下降咗，跟住就可以落地咯。點解香港唔得咧？嗱，問題咧睇一睇嗰條線咧，就係話睇一睇嗰條黑色線咧。呢條唔係嗰條空場嗰條線，係空場嗰條線。深灰色線。嗱，留意一下咧，又係一邊寫住咧就 Hong Kong FIR 啊嘛。FIR 一邊就廣州 FIR。即係香港嘅空域同廣州嘅空域啦。係啦，留意一下澳門機場嗰一點係喺邊一度？冇錯啦，佢就係屬於廣州空域嘅。亦即係話，所謂佢唔使翻牆喎。係啊，唔使翻牆㗎，佢喺牆內㗎，知唔知啊？嗯。喂，點解佢有特權先？因為我唔知啊，可能入咗23條啦。即係佢可以保護國家安全，於是就唔使驚你啦。梗啦，大佬，空域呢啲嘢解放軍管㗎嘛，唔係同國家安全有關。澳門機場係香港管㗎喎。喂，有啲咁嘅事？係啊。澳門嘅即係航交管制人咧，其實係香港人喺赤鱲角機場裏面做嘅噃，係民航處職員嚟嘅喎，有啲講嘅事，係啊，唔係係咪而家你係咪講緊國家機密先？你而家唔係啊，咁香港唔係國家機密啦。民航處職員，即係你意思係香港公帑係嘛？係啊，即係公務員，即係香港請日人喺運呢個營運作緊澳門嘅機場，唔係係我哋係喺香港，我哋赤鱲角度，我哋香港嘅公務員。去睇閉路電視，去管制緊澳門機場。係啊，即係電視機撳遙控撳啊，哦，澳門個 ground 行得啦咁樣。但係赤鱲角做嘅喎呢樣嘢。我咁有趣啊，原來。係啊。澳門冇指揮塔嘅咩？澳門有，但我嚟擺鏡咯。冇錯啦。所以有鏡啊。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下，喂，但係我好想去問。澳門負責嗰個機有個機管局類似咁嘅物體㗎，民航局。唔係澳門民航局有冇科水俾香港民航處先？唔係水應該有科嘅，但係即係科得幾多咧？會唔會唔記得找數咧？嗱，咁啊真係唔知嘅。嗱呢一樣嘢咧，真係要我哋要問一問呢、這個澳門嘅出事人，出事人，出事人，出事人啊！我哋要。温温塔，睇睇呢啲啦。嗱，但系問題咧，我又諗一樣嘢啦。黃世澤就話買起深圳機場，買埋澳門啊，買埋澳門啦，或者都係自己一家親，係咪先？係啦，反正都係啦。嗱，如果睇翻張圖咧，仲有嘢好玩喎。有咩咁好玩啊？有樣嘢好玩喎，睇唔睇到咧？澳門機場個 point 同埋赤鱲角個 point 咧係好。赤鱲角喺邊啊？赤鱲角，赤鱲角嗱，呢度係長洲啦，長洲灣係啦，長洲灣。跟住隔離呢個咧就小磨刀，咁即係赤鱲角大概喺呢個位啦，對面海啫嘛，根本你都知㗎啦，喺澳門碼頭過嚟㗎嘛，喺澳門碼頭仲收到 smart 通嘅 signal 㗎嘛，係香港 smart 通喎，我仲可以用到呢個14.4 Mbps 嘅下載速度喎。喂，上到網啊，真係係啊，喺港澳碼頭我上到網，哇，真係好近啊，咁真係好近，好近好啦，一格。係啦，嗰、那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喺外國啊，好似講緊譬如話，好似譬如話 New York， 淨係 Greater London 啊，用 Greater London 啦，倫敦啦，但係倫敦5個機場，呢、這個 London Heathrow 係啦 ，London Gatwick， Stansted 係啦 ，London City Luton 啦，最後 Luton 5個夾埋，其實個空域管制係點嘅咧？
五個機場，五個夾埋咧，其實咧佢亦都好似即係香港咁樣樣，有話翻 Hong Kong approach 啊、Macau high low 咁樣。但係咧，其實大家咧係將個空域咧係 share 埋啲飛機一齊，就冇話咩你要高啊，我要低就冇嘅。哦，哇！如果唔係啲飛機咁樣，你又分高低咁樣，咁咪管死係咪先？梗係大家撈埋一齊，逐格逐格褪入去㗎啦。O、okay, K， 即係五個機場 share 同一個空域係。係啊，即係好似呢個扭蛋機咁樣樣。但係嗱，仲有一樣嘢喎，呢、這個嗱，啲人都會去講 Greater London 五個機場都同一個城市啊。喂，依家香港、澳門、深圳三笪地方喎、啊。嗱，我又有個例子喎、啊。嗯。我睇下啱唔啱啊？好。嗱，三藩市咧 ，San Francisco 話咧，如果當呢個我以前做旅行社嘅時候咧，做航空公司嘅時候咧。當我哋一入電腦咧，去揾班機要去 San Francisco 嘅時候咧，同時間會出現多兩個 city 嘅飛機出嚟喎。嗯哼，一個咧就 San Jose，嗯，一個咧就 Oakland，O A K L A N D， 對面海啫 ，Oakland。Oakland 對面海嚟啫嘛。對面海啫嘛，係咯。好啦，咁呢三個機場又係咪 share 空域嚟到？都係 share 曬個完全。係咯，三環市灣區都係咁咯。係啊，完全 share 曬個。而家唔係愉景灣區嘅咩？唔好未透過你啊！我哋宜居灣區啊嘛，係咪先？橫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咁咪即係大家喺埋一齊都可以 share 曬噶啦。三藩市灣區一齊管空域唔得嘅咩？係咯，真係混。所以祖國對我哋真係好啊！所以話嗱，甚至乎咧，仲有一度喎。嗯，我哋又去美國咧，就呢個 New York City。New York 本身咧就兩個機場，嚴格嚟講嚇，就呢個 John F. Kennedy 啦，同埋呢個 LaGuardia 啦，仲有 Newark 嘅。但 Newark 本身已經入咗 New Jersey 新澤西，但撈埋一齊管嘅喎，都係。喂，講緊直頭，如果喺美國嘅聯邦制嚟到，聯邦制政府嚟到講，已經係講緊兩個國家嚟嘅咯喎。講兩個 state 嗱，但我哋航空人見到係一齊管嘅，以為一齊嘅啦，係咪先？嗱，咁就即係話一樣嘢。如果喺我撇除呢個政治區域劃分之外，其實三個機場，香港、深圳、澳門係應該好易 share 一個空間。喂，甚至我可以話俾你聽啦，德國、法國、瑞士、奧地利，大家都可以撈埋一齊，四個唔同個國家喎。而家講緊機場本身都可以跨境建設啦，你巴塞利亞機場咪就係啦。喺呢個瑞 Eric 嗰度講緊咩？瑞士巴塞利機好得意噶嘛！佢嗰個跑道啊，個飛機起飛嗰下咧，離地嗰下咧，其實已經到咗法國境內噶啦。係啊，連佢個機場都可以，甚至好多機場咁個空域 share 用嘅，成個喺曬奧地利境內嘅。但係佢飛嘅時候要經過德國，要經過瑞士都冇問題㗎。嗱、啊，所以咧就足以證明一樣嘢。我諗要透過發展，祖國都係當我哋外人係嘛？係啦，嗱，應該咁講，我哋時間都係外人，係啦，境外人士啊，我哋係咯，我哋境外人士啊，自己搞掂㗎啦。嗱，但係撇除呢一樣嘢先，我會覺得就係話要去，即係要去令到機場可以去運作得更好，令到啲飛機升降架次更加之多，去令到嗰個經濟有所嘅發展。我諗我哋呢五個人。都是支持的啦，是不是？冇錯、啊，支持。咁做乜去反第三條跑道先？哇！第三條跑道倒錢落，錢多咪亂使啊！大家知道啦，其實咧機管局咧就好興咧就嚇唔收數嘅。咁我對機管局嘅嚇、財政表現咧十分之擔心。喂，我諗你要介紹啲追數公司俾佢先得喎。田生幾百萬都收唔到，田生地產揾開嗰啲追數咯，係咪先？嗱，話説咧，其實咧，如果你睇翻機管局嘅嚇、上年嘅財政報告咧。咁咧有某一間航空公司咧就喺香港註冊嘅，咁、咧但係佢嘅母公司就係大陸嘅，咁咧嗰間航空公司咧就走咗呢一個機管局700万嘅降落費，走700万 J 數，咁但係呢700万 J 數咧，即係爭香港人民一蚊嘅咯喎，差唔多咯，係啊，呢啲咁嘅 J 數咧到最後咧要當咗 bad debt 嘅咁樣，咁但係喂大佬你爭一個機場700万 bad debt。你仲可以俾佢飛？咁啊，即係唔可以唔俾錢住酒店？喂，澳門嗰次爭錢都結果點啊？唔俾有啦。喂，仲有喎、啊，取消去 AOC 啦。AOC 都俾人，咪咯，息航證都俾人搣埋啦，係咪先？澳門咁狗腳。係啊，人哋有非凡航空啊嘛，非凡喂，真係好非凡，係咯，十分之唔平不平凡，係咪先？咁啊。何厚華一鋪個搣，咁就冇咗 AOC 啊！你嗱、
一間自稱很香港的航空公司，是啦，或者很香港很快的航空公司，是咯，唉，真係你明啦，冇辦法啦，所以呢個咁嘅資金缺口追唔追得到呢？如果真係起嘅時候，唉，我真係驚驚啊！你明唔明啊？一間又 way off， 床上同阿老公講喂，你 way off 啦，老公啊，我俾唔到噶啦，呢筆數你幫下我手啦，明唔明啊？係咯，唉，嗱，攞下水又唔出，我哋水已經抽得好盡。你講埋你床上啲嘢出嚟先係，唔係我哋 imaginary 啫，個先哦，係啊，好啦，個問題係做乜要反先？嗱，我諗可唔可以咁講咧？我哋反都有道理嘅。係啦，個問題係話要去維持機場個優勢，要維持機場個發展，去創造就業。喂，唔係喎，而家話唔起啊！你俾人取代，你競爭力冇曬噶啦。問題係唔起，唔係應該咁講，你講問題係要起，係咪要起先至一定可以先？咁佢話有就業啊嘛，冇工做香港啲人。嗱，問題嚟啦。呢本啊幾正？呢本係應該大概2001年到機管局出版嘅《駛向呢個叫做機場核心工程核心計劃》嗱，入邊我俾大俾張大家睇睇張呢張圖先。好美麗嘅圖案啊！嗱，而家嘅客運大樓咧就起好曬啦，係咪？嗱，呢度啡色嘅。見唔見到呢度好大笪？嗱，呢度咧，如果你上 Google Map 咧，睇呢個 Google， 你睇呢個 Google 衛星咧，你都會睇到呢度咧，好似白白地色咁樣，係吉曬嘅。係咯。嗱，呢度做咩咧？嗱，只要咧大家咧嚇，好啦，我哋去睇翻咧。你等一等啦，你繼續講住先。係啦，咁咧，當大家去睇翻以前啲機場嘅計劃嘅時候咧，大家就會發現咧，其實呢度應該仲有一個客運大樓嘅喎。唔係啊嘛，得兩個啫嘛，依家一個上唔到飛機啫，呢個一個咧就係我用開嗰個。嗱呢度咧，以前如果睇你考翻1992年呢個機場核心工程計劃嘅設計圖嘅時候，呢度仲有一個 X 型嘅一個客運大樓，叫遠方呢個叫中央客運廊。咁去咗邊咧？最後，我哋而家可以睇圖啦。唔係。嗱，話俾你聽，呢個咁嘅中央客運廊咧，到最後咧，到今時今日啊，2010年拍嘅 Satellite Graph 咧。OK， 就係空地一片嚟嘅，爛地一片。係啦，咁如果何來咧，發覺咧佢啲牛咧冇乜地方去嚇伸展啊、舒展啊、筋骨嘅話咧，佢其實哇咁嘈，啲牛唔會去嘅。咁但係問題嗰度好多草喎。係啊，養曬種曬草，種曬草，咁何來啲牛要食草？不如何萬谷機場咁打個算啦，溫為中間。哦，咁都得。收得好收，橫掂都可以揾到條路入去。嗱，個問題嚟啦，當年。機場核心計劃呢個中英機場的諒解備忘錄入邊講緊1500億，應該包埋呢個個項。係啊，其實應該係包埋呢個咁嘅 X terminal。咁當時設計 X terminal 咧，其實咧就應該係有40個泊位嘅，其中20個係啦。咁啊，咁但係咧，機場即係喺呢個2011年10月，即係911之後嘅一個月咧，就發表咗呢個機場2020大綱。嗯，咁當時咧就提升咗呢個 X， 就變咗一個咧雙 Y 方案。係啦，一個魚骨。係啦，咁呢個魚骨咧就可以咧就由原先設計40個泊位咧增加到59個泊位，亦都係預計咧應該2020之前咧建成。以達到香港國際機場的最終設計量，一年可以接載8700萬個 OK 旅客。而家幾多啊？一3000多萬啫嘛。係咯，係咯，你一半都唔到。一半都未。一半都唔到，你就問爹哋攞錢。喂，講緊。喂，講緊呢1500億應該包，起碼包埋個 X 嘅喎。係啊，最少包埋呢一個咁嘅 X terminal 噶嘛。咁去咗邊咧？機管局嚇。嗱，錢。就俾咗咯喎，係啦，唔係錢係預咗出嚟咯喎，係啊，你嘢都未做曬，咁快又要問老豆再攞錢，咪咯，你估到啲錢去咗邊度啊？依家 KPMG 唔該查一查屌條數先，我唔係叫 ICAC 嘅點解？唔好，我哋跟正程序去揾 auditor， 機管局咧就用 KPMG Pete Marwick 做 auditor 嘅，查一查一條數先，查咗個問題嘅，我哋就由呢、這個。北馬域會計師行咧，向呢個廉政公署咧作出舉報啦。哦，好啦，咁啊，嗱，除非機管局可以
俾到一個好強烈嘅證據，就係佢當呢個股本同埋息咧，就嚇一次有歸還，宇宙算鬼數嘅。係啦，咁我哋就算數啦。嗯，好啦，Eric 見 Eric 咁悶咧，臨呢、這個嚇錄 break 之前咧，就嚇俾大家睇下咧第三條跑道呢個方案咧有咩賴嘢嘅。好啦，我哋可以對住畫中畫講，咁啊個 screen 係大嘅，我哋係細啦，係咪先？嗯，好啦，咁啊嗱。你見到啊？呢個咁嘅跑道真係十分之靚啦，十分之美麗啦。我哋已經唔計佢三度下降到係咪真係做到啦？嗯 ，OK。佢咁樣起嘅時間咧，阿 Eric 以前咧就真係問咗一個好正嘅問題，我真係覺得咧，大家喺航空界裏面咧就要深思嘅，即係冇可能做到嘅。OK， 通常一架飛機咧就可以同一個機橋咧落入客同埋上客嘅。嗯，咁咧有啲阿梵膠咧就話咧。OK， 喂，不如以後嚇將呢一個 T2 同埋呢一個 TV 叫嚟落客，咁 T1 要嚟上客，咪得咯咁樣。唔好意思 ，OK。哇，佢當呢度係羅湖站月台，呢邊車門開完啊，落完客山門嗰邊啊，開嚟上啊。喂，大佬有飛機嚟噶，大佬要拖噶、OK? 要俾錢噶喎。係咯，喂，就咁噴後 pushback 一架機都一皮嘢噶啦 ，OK。如果華航嗰啲咧，即係等於咧十個。啊、十個人的機票錢嘅，知唔知 economy 嗰啲、嗯？所以飛台灣唔一定很好賺嘅、嗯，知唔知啊？係。好啦，咁啦，如果咁樣褪後，即係拉過去咧，我就算唔計褪啦。OK， 好啦，諗到有咩問題啊？冇啊！嗱，你本身已經有兩架飛，兩條跑道喺呢度啦嘛。我當你，我冇事啦。你而家條跑道降落咗之後，嗯。你要過去呢條跑，你要穿過呢條跑道，過翻嚟一陣。喂，你唔使等呢度啲第中間條跑道啲飛機飛過先過得啊！喂，仲有一樣嘢喎，啲飛機飛過之後唔係即刻好似行人咁，你前面嗰個過咗你穿過去嘅喎。喂，你啲飛機幾鬼大氣流啊！你就咁穿過去嘅話，架飛機俾你震散嘅，所以你一定要排隊，所謂好似打紅綠燈咁。咁但係咁要排幾耐咧？但係架飛機一停低等嘅時候咧，就變咗唔 efficient 啦。仲有一樣嘢就係話，當你隻飛前面隻飛機走咗嘅時候，本身預計後面嗰隻飛機可以起飛噶嘛，為咗要俾你過馬路，又嘥多少少時間噃。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嗱，我真係睇唔到咧，完全咧，如果一架嚇夜晚嘅時間，一架好絕望貨機 ，OK， 用咗第三條跑道降落之後，會發生咩事？絕望貨機啊！真係我真係諗下十一點喺第三條跑道降落之後，又要 cross 一條 runway 再 cross 第二條。嗯 ，OK。啊，同埋咧，我真係覺得咧，機管局咧啲數咧好勁噶，點解咧？抽噶，佢話咧，如果要起第三條跑道嘅話咧，條新現行嘅北跑道要封成年半。誒，封成年半，咁咪即得翻一條跑道嗱，新嗰個未起好，舊嘅啊，即係已經唔係佢要喺新跑道起好之後咧，就即刻就封咗嗰條。冇理由嘅，我唔信。嗱，你起新跑道嘅時候咧，你要起嗰個咩旅客捷運系統，即係個無人駕駛列車啦，可以話要車啲機器過去新跑道嗰度啦。咁點可能起新嗰邊先要封舊啊？嗰啲電線唔使鋪咩？個 A P M 唔使起咩？冇可能，佢呃我嘅，肯定係嗯，原來有大話精。係咯，嗱，最後啦，我真係即係趁 break 之前咧，都講最後一句啦。嗱，如果講 cross runway 咧，理論上咧應該係越多個位去 cross runway 咧就越好嘅。如果睇翻 Seattle Tacoma 嘅話咧 ，OK， 佢係由佢有三條跑道平行啦，就冇夾，中間冇夾任何 terminal 嘅。咁咧，由中間嗰條跑道入翻 cross 翻去即係最近 terminal 嗰條跑道咧，佢有八個出入點嘅。八個 cross runway 位嘅，八個喎，八個紅綠燈口啦。嗱，咁你記得啦 ，OK， 如果 cross runway 嘅話咧，一定要直嘅，行直線嘅。咁你得一條、兩條、三條、四條，你頂多就係、是、嚇、過埋去飛機尾嘅，飛機尾嗰邊通常唔會咁樣過嘅、因為你嘅氣流就 bi boom 咁，你架飛機就散嘅啦。咁所以咧就嚇、即係四條麥紅綠燈位血管咁樣過，又點夠呢？你明白？你明白啲阿梵膠咧，即係啲機管個高層咧，坐喺嚇、坐喺冷氣房，對住啲圖，好開心地自我感覺良好，勇奮精嚇。啲飛機同私家車或者當成嚇地鐵咁啊。咁啊，即係話咧一樣嘢咧。咩？強烈建議阿許漢中先生同呢個阿馮建業先生咧，就做一樣嘢。咩啊？嗱，唔係上嚟趕走 Eric 坐個位。落去 airfield， 叫 airfield 啲 Marshall 揸住架黃車，同你兜翻幾個圈啦。
好錯噶。好嗱，仲有兩樣嘢break 之前提大家。第一樣嘢就係許漢中先生，就係我想問一下港龍由香港去悉尼票線去咗邊咧？我等你知唔知道我由小學開始，我聽到呢個消息我好興奮，因為我有可能用 ID 90搞掂佢，咁、我就可以去澳洲啦嘛。OK， 係咪先？你等到依家頸都長都冇啊，真係冇陰功啊，淨係可以坐啲嚇 KA 483去高雄咁啊！唉，真係好啦，最後一樣嘢啊，記住 ，Poly 發研究發明咗嗰架買卡咧，劏咗噶啦。喺停機停嗰架兩架。係啊，原本咧就係蘇比佢公民黨睇咧，機管局有幾環保啊，劏咗啦。OK。OK。下一節再見，下一節再見，下一節再見，下一集咪。向你誠意推薦 iRead。iRead 是什么来 ?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公共出版服务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网民等等，将他们的书籍、刊物和 blog 等等发成电子书，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这个就是 iRead。好，翻嚟平時協商會議有呢個圓桌組織嘅代表 engagement， 我一講係每一次都講 engagement， 真係好衰嘢。嗱，當呢個 engagement 嘅羅建熙咧喺度揭緊嗰本，喂，唔係呢本嘢咧，我想講咧。我突然間發現咗咧，佢仲個 label 就係寫住區域市政局公共圖書館。冇錯啊，真係好有趣啊！嗱，幾多啲咁嘅舊數出現咧？嗱，頭先咧嗰一次咧，我就揭即係講咗就話機場停機坪入邊仲有條數未找㗎，係咪？冇錯，哇！嗱，其實成個呢個叫做中英機場諒解備忘錄入邊呢1500億仲有數未找喎。冇錯，就係、包括起多一條橋嘅。就是連接嗱，當大家入機場搭車，其實搭車入機場的時候，過咗收費亭，又會見到而家有條路入去邊啊？去迪士尼做足準備。係啦，咁但係咧，講緊呢條路咧，喺迪士尼未打算起之前已經係存在噶咯噃。冇錯啦，嗰陣時唔係迪士尼冚穿個鼻啊。嗰時想喺貨櫃碼頭噶嘛。冇錯啦，就原本想強姦咗財理船廠同埋呢一個嚇。係啦，呢個十號貨櫃碼頭。都強姦成功啦，就財理船廠，不過變咗呢個老鼠樂園啫。係啦，嗱，除咗呢一個十號貨原本嘅十號貨櫃碼頭之外，仲有一。當大家埋怨住西隧收咁貴嘅時候咧，原來呢1500億入邊係仲有一條路，就係由呢個竹篙灣連接堅尼地城。咦，咁咪即係西嘅西隧，西邊嘅西隧？西隧或者西的西隧。你講西隧啦，咁啊第二啲嘢喎。嗱，即係話呢1500係啦，即係話呢1500億入邊。喂，起碼仲有兩個項目，呢條 J 數，機管局咪應該找翻佢先咧？唔係，機管局最多就可以找到個 X terminal 出嚟嘅啫。另外嗰條咧就要揾肥婆。起西西隧唔關佢事嘅。肥婆話走開 J 數噶啦，係咪先？佢冇 J 啊嘛。佢冇 J 點走 J？ 好煩啊！嗱，問題係。而家西隧邊個大股東啊？哇！喺呢個榮氏家族。榮之健係嘛？你講開唔開得名啊？我唔知喎。你講嘅啫，好 basic 嘅 fact 嚟嘅啫。我買係中信大富持有啦，即係成日啦，basic facts。係啦，咁咧，而家肥婆話你係咪驚咗榮山先？係㗎。唔該，快啲找咗呢條數佢。佢係驚咗佢㗎。哇！唔通佢哋愛恨交纏？嗱，因為咧，如果根據翻當其時個設計嗰個理念咧，就係話機場要出嚟去港島嘅車咧，就行呢一條橋，就直去呢個堅尼地城，然之後分流去港島北部同南部。冇錯啦，因為咁樣咧嘅方法咧，就可以咧 free up 咗呢個現行嘅三號幹線咧，就俾九龍同埋新界嘅車輛咧就可以嚇一個連接。喂，如果係咁話，西隧出口咁塞車，即係有嘢未起先加成咁嘅啫喎。不排除呢個可能性㗎。啊，又走數真係離曬。嗱，所以咧一樣嘢，1500億，仲爭兩樣嘢，爭我哋香港人嘅。唔該，許漢中肥婆話找數先好。再同我哋講話，要再拗錢搞其他嘢。
好啦，嗱，趁大家講完拗錢之後咧，就我哋起碼都要嚇攞攞呢個技術報告最開心嘅部分第三張出嚟講啦。好嘅，呢個連羅建熙同馮志正都唔會睇得明嘅技術報告咧，就同大家講下啦。嗱，呢一個咁嘅技術報告咧就講過啊，如果根據啊現行啊，佢哋咧就委託咗一間東西叫英國國家航空服務有限公司 NATS 叫 NATS。 咁咧今日嗰個鬼佬咧就喺呢度嘅。咁咧個鬼佬咧夠僵咧就喺個 PowerPoint， 佢 present 個 PowerPoint 裏邊咧就完全 high out 曬所有技術數據啦，係咪都淨係用口講啦？係咪？咁咧佢就話啦，如果用口講同埋根據呢個報告顯示啊，佢嘅 assumption 咧就係講緊用呢一個ILS 現行都是 Instrumental Landing System， 就是這個儀表降落模式，即是簡單地來說聽 frequency 去做事的話呢，就六十八班 OK 無論是獨立運作又好，非獨立運作又好，都是六十八班的了 OK 所以呢是不是呢應該都是要起這個第三條跑道的了。問題在於喂，這個世界不是只有這些模式的嘛，是不是先？是不是啊？啱唔啱？系啦，系咯，鬼识咩？系啦，咁咧嗱，呢啲咁嘅，如果根据 NATS 呢个英国组织嘅批准嘅数字嚟讲咧，咁呢个上 London Heathrow 啊，犯晒全世界，犯晒 NATS 啲例咁滞。系啊，系啊，系咯，英国组家都犯你啲例啊，你请呢个公司嚟做咩咧？咪系，即系连 London Heathrow 讲紧嗰个。嗰、那个设计或者而家个运作情况系犯例。系啊，咁系咪應該 Heathrow close down 咗先咧？系咯 ，shut down 咗佢先啦，系咪幾好啊？系咪先？我哋唔用得啦，根本。咪咯，咁啊，應該如果真系早啲 shut down 嘅話，應該金泉航空都仲有得做。咦，系喎，金泉航空飛 Gatwick 喎，係咯 ，London Gatwick 就唔需要嚇，唔使咁淒涼，唔使咁淒涼啦。仲要依家，喂，再唔係廿幾年前呢個 British Columbia BOAC 唔係啩？不是啊，英國金絲航空哦、oh, ，too bad 都唔使執喎。係你想下嗱，依家英國的警委會咧就將呢、這、一個、啊、British Airport Authority 咧就打散。OK， 咁咧 BAA 咧即現有嗰間公司咧，淨係可以攞到希斯路機場啫，就要放棄 Gatwick 啦，放棄 Gatwick 啦，咁啊可以促進競爭。咁你諗下係咪先？唉、哎，真係金泉航空生不逢時，應該叫牧師依家再起多次。係啊，再嚟喎。是不是用 A330？ 唔係佢未執噶，其實我知道佢真係未執噶，可以東山再起炒翻碟嘢。得，好支持佢哋啊！嗱，不過咁，不過咁，真係唔好買747。梗啦，唔好買。唔係，唔好用，唔好用747啦。租啦，租啦，租翻架340 Four Engines 都唔錯嘅。點解啊？乜嘢啊？點解啊 ？Four Engines 嘅話就唔使喺個海度要。mark 實啲地方，兩個鐘頭之內有地方落地啊嘛，咁咪飛 E-tops 啊，係啊，咁咪可以啊，飛 Vancouver 又得，飛 Sydney 又得，係，再唔係飛去我飛去呢、這個要打籃球嘅飛仔又得，乜嘢叫做喺個海度 mark？ 唔係因為咧，每一架飛機咧都有一個限制規定咧，就係、是、咧要唔知幾多少分鐘之內，180分鐘，係啦，可以飛到最近嘅機場就緊。因為呢個雙引擎，即係喺個海度咧，每180分鐘飛咧就要揾個機場俾你自己降落。係啦，如果唔係驚你游水啊 ，engine turns or passenger swim etops。嗯，好啦，咁應該聽唔明嘅。O K， 嗱，總之就係話咧，唔緊要啦。總之就話咧，雙引擎飛機咧就多啲限制嘅，所以咧，如果當大家咧要搭呢個 CX。去澳洲的話留意一下嗰班機到底係飛330定飛340，飛三呢個777啦。如果嗰班機飛340，你會發覺飞快少少㗎，少少啦，唔使即係兜啲路，唔使兜路啊。係咯，好啦，翻翻嚟呢度嗰個學啊，啲 London Heathrow 應該 shut down 㗎啦嘛，係咪？咁唔 shut down 嘅話，咁點解咧？咁話説咧，呢個世界咧就唔係淨係得佢一個標準。咁咧如果大家咧真係有啲興趣又想睇，而機管局嘅 COO 同埋啲 CEO 同埋呢間受委託嘅 PR 公司或者 engagement 嘅 OK 機構嘅話咧，係啦，咁咧就應該咧就揭一揭下呢個 ICAO 四個四 document 4444啊，係啦 ，ICAO document 4444嘅，咁 ICAO document 4444咧就講到明啊。OK， 如果是要兩條跑道平衡作分開
OK 分開運作兼且可以平衡降落的話咧，最低的距離兩條跑道應該是相差760米。七百六十米。OK， 用如果用另外一個模啦，我唔記得係咩模啦，叫 Independent Parallel。冇錯，冇錯。係啦，咁啊需要1130。係啦，夠有揼啦兩條跑道。咁香港依家兩條跑道咧，其實咧只係相差咧1560。1560。但係咧，根據呢個中間起都得喎咁。屌咁啊！大家大家大家突然間喺度，你明五毛嚟嘅，你明五毛啊？嗱好啦，個問題嚟啦。當呢個 NATS 咧 ，NATS 好強調兩隻飛機嘅距離要係兩海里，好似我哋呢一個嚇畫中畫嗰度電腦嗰度 show 出嚟啦。兩海里即係幾長啊？即係幾多米啊？兩海里即係3.1幾公里咯。係啦，佢就話要最少兩海里啦，咁所以咧 ，OK， 如果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飛機嘅橫向間隔少於兩海里係不可接受。咁我完全覺得咧，呢個世界咧叫不可理喻嘅 ，OK。OK， 嗱好啦，個問題嚟啦 ，Michael，Uzi，我想問啊 ，Heathrow 而家兩條跑道噶嘛？係啊，距離幾遠啊？跟香港差不多嘅啫喎，都係即係1500米到啦，你當係。咁 Evo 有冇平衡降落㗎？係可以平衡降落嘅。咁點解嘅？啊？點解？喂 ，Ness 話唔得喎 ，2 miles 嘅喎。因為 Evo 要執咗佢咯。咁但係我哋強烈要求倫敦希斯路機場立即關閉，因為安全理由。因為安全理由唔，我哋唔可以冒險。係啦。系啦，唔得咁噶，知唔知啊？唔系将香港啲乘客富商啊，嗰啲命摆于吓危险状况境地，系咪？系高官都唔知道一年走过去伦敦几多次，仲有高官仔女要翻嚟奔丧啊！北京嗰啲高官啊，咪咯，唉，真系嗱。即係咁，如果跟 ICAO 個 rule 嘅話咧，咁基本上就倫敦 Heathrow 又符合啦，我哋香港又符合啦，咁所以頭先所講嘅嘢咧就係廢話。哇！呢份4444咧，簡直咧好似考科嗰啲寒窗苦讀，所有咧做航交通管制嘅人咧，一定咧呢份嘢係即係加分住去嘅。O K， 係啊，咁所以咧，究竟機管局所攞呢個嚇4444出嚟，即係唔攞444啦，攞 NATS 咧，就真係有心想做低個數嘅。咁所以咧個問題就係話咧，68班擺明係做低啦。嗱，講埋大家聽啦，由呢個世界咧，仲有一個更加 relax 嘅一個規定嘅。O K， 就喺我嘅祖國。即係呢個美帝啦嚇，紙老虎啊！哇，呢個咁嘅嗱，美帝裏邊咧，根據呢個 FAA regulation 咧，即係 even 係嚇700幾都唔使嘅。你望下 San Francisco 嗰個 airport 啦，哇，精彩三圍兩架機一齊落，係啦，兩個飛機咧係可以差唔多同一時間咧係一齊降落，而兩條跑道咧只係相差大概400到500米嘅啫。上網揾下相就知，真係專街角度。咁唔係700米嘅咩要？哦，香港機管話1000米都唔得啊，要兩海里啊！你嚟話啦，嗱 FAA 都係咁樣做，咁係咪應該我哋去刪曬全美國所有機場？強烈要求關閉沙凡市機場。咪咯，你老闆你咁樣？嗱，記住喎，國泰有機飛去嘅喎。CX872同CX873。咪咯，你唔好恰我未去過 San Francisco 機場先得㗎，係咪先？啊！我哋而家又唔係嗱，仲有喎呢個，我哋又喺個機場出嚟，有啲真相俾人睇下。嗱，仲有喎，你呢個倫敦每日國泰好舊真係。係啊，嗱，倫敦啊，每日3班國泰，3班英航，兩班 Qantas。嗱，我哋睇下相先講啦，不如有圖有真相。嗱，呢一家咧就係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哇，好似兩對筷子啊嘛，覺唔覺啊？四條跑道喎，咁近香港一定要起啦。是不是你看人哋咁密啊，都可以做呢個平排降落、平排起飛。喂，大佬，佢係四條都用得㗎，四條都用得㗎。嗱，我喺 San Francisco 咧等咗差唔多2個鐘頭轉機，咁咧我發覺咧啲飛機咧好正嘅。佢呢邊降落完之後咧，唔知點解咧有啲飛機咧係可以 cross wind 咧一齊即刻起飛嘅。係啊。O、okay, K， 即刻啊，即過咗就即刻飛啊！過咗之後等一陣啦，我諗咁即係走咗啲 turbulence 之後咧，咁已經可以120秒啦，兩分鐘啦，兩分鐘可以即刻起飛嘅。飛完之後咧，咁呢度啲 turbulence 冇曬咧，又降落過啦。O K， 呢個就係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嗱，同埋咧，即係如果大家識睇呢個 architecture 或者 art 或者 by logic 啦 ，O K， 你會發覺咧，通常咧就 by logic 啦。通常咧，你會發覺咧，人哋起 terminal 或者起跑道，即係起跑道嘅時間咧，就唔會夾住啲 terminal 嘅。
通常用啲 terminal 去走嘅。嗱，呢一個咧就係 San Francisco Airport 啦。咁如果大家睇呢個 JFK Airport 啦 ，OK 嘅時間咧，你發覺啦，嗱 JFK 咧已經係準備起到四條跑道啦。呢邊咪係咯？你計香港點都唔可以唔要起第三條啫。但問題你睇下呢度啊，呢一堆咁嘅嚇 terminal 裏邊，估下有幾多個？佢一堆嘢，幾多個乜嘢啊？有幾多個客運大樓？呢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冇冇十個咁多，冇。估唔估到 ？John F. Kennedy 係有一二三四，呢個四係咪噶？當佢係啦。四五六七個啊。六七，你呢個係咪七啊？好嗱，答開估，答案係九個嘅。嗯 ，OK， 九個 terminal 嘅，嗱呢度係九個 terminal 聚埋一齊，咁但係問題係咧，佢都係俾跑道 surround 嘅 ，OK， 好少咧就會見到咧佢哋要填咗個 Jamaica Bay 啊，呢度叫 Jamaica Bay 啦 ，OK， 佢起個 terminal 喺度嘅 ，OK， 玩鬼都唔會咁亞凡交嘅，咁咧你發覺咧佢咧最多喺呢邊咧做 cargo 啦，同埋 service。喂，梗係啦，飛機唔使過馬路喎、啊。咪咯，飛機唔使過馬路，你睇下幾好，幾安，幾開心啊，幾 efficient 啊，呢個咁嘅跑，即係。嚇、啊、機場個設計configuration 設計好啫 ，OK 唔代表個機場 efficient 嘅。OK， 因為講緊嗱三條跑道每年起降價次幾多啊？39萬，我做咗功課㗎。咦、yeah. 欸？誒唔夠倫敦多喎、啊。倫敦兩條跑道幾多啊？兩條跑道咧夾埋咧係有即係409,000到嘅。嗯，設計用緊40.6啊。嗯，係咯。諗下啦 ，engagement。咪係嗱，講緊每個鐘每而家機管局話兩條跑道設計容量每個鐘頭68架次啊嘛，係咪？係啊，最多啦，最多嘅時候乘出嚟，我當每日大概夜晚我扣起5個鐘啦，因為夜晚12點至朝早5點就真係少機到無倫噶。我19個鐘，即每日有1292班，然之後乘365。即係講緊嗰個設計流量每年係471,580架次，但係舊年幾多架次啊 ？Michael， 306,000，306,000，除翻471,000，即係話而家機場兩條跑道嗰個設計容量都係用咗64.9%。64啊，嗱，又嚟啦，又提大家六四。李娜之後，我李娜6:4之後，好啦，個問題係六。而家都係用得嗰60%多少少，咁快又話要起？佢嗱仲有嗱，大家諗下啦。如果機場咧嗰陣時，當年機場核心計劃就以計嘢講工咧，就可以嚇喺呢個6年之內咧就搞掂咗成個新機場。6年。你同我講，依家起一個咁嘅新跑道，再加一個咁嘅 terminal， 咁嘅廢柴 terminal 需要10年。嗯。你係咪作大咗咧？究竟是因為他沒錢起，想著每年收到錢才起那筆啊，還是怎樣呢？你明白嗎？我覺得是的。OK， 即是沒有 J 又要倒 J， 那怎樣唯有 J？ 卸 J？ 不是，等人家每年卸一條 J 咯。嗯。是不是好像中信那樣？So sad。好啦，那啦，臨這個完場之前都要講一講的。其實，香港機場的設計容量嗰陣時92年講係每個鐘頭75班，係每個鐘頭75班。機管局，你係咪有心食咗個7班機去？係啦，咁亦都啊 ，warning 你先。如果你用頭先嗰啲咁嘅數計過出嚟，都已經多過68嘅話咧，去翻75嘅話咧，我就宇宙算夠數。OK， 你就攞份文件出嚟 ，ICAO 嗰份。OK， 如果多過75嘅。唔該，即刻馮永業喺我面前跪地謝罪啦！嗱，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喎，咩？係咪一定用得盡先？哈哈哈哈！嗱，自從咧呢個世界咧有咗呢個電腦科技之後咧，十分之進步嘅係咪？咁咧導航技術咧已經咧係已經不再拘泥於咧用呢一個嚇 radio frequency 咧嚟做呢個確認㗎。呢個世界你知啦，美帝 OK， 美帝好強啊！仲有咧就係當大家咧玩呢、這個用呢個 smartphone 智能手機嚟打卡嘅時間，打卡嘅時間咧，打卡嘅時間咧，其實知唔知嗰個原理係咩啊？唔係受 GPS 啊，望天打卦真係。喂，電話都有 GPS， 飛機得唔得啊？佢得得。你知唔知依家如果用 GPS 嗰個東西，嗱我唔提名。
機管局認識的呢，有各位航空法師認識的呢，就知道個名字了，是的，okay， 那如果用 GPS 去導航的時間呢，準確性十分之高，亦都可以計埋頭先 ICU 嗰個 rule 嘅話咧，應該密好多嘅。嗯 ，OK， 就真係落曬8-75啦，真係。我唔排除可能高過75添㗎，係咪先？如果用 FAA 嗰個 rule， 喂，正常啦。李嘉話年年飽和，年年嗰啲起降都創新高嘅啲價次，係咪先？係咯，咁、所以咧嚇，即係做人唔好睇機管局啦。啊、今天又塞了你的袋，麻煩問葉國華給錢，再不然 問沈生過我玩點水，是的，那你叫馮智正跟機管局那邊說，你叫 CEO 許漢中坐下， OK， 叫他老婆來，最重要是他老婆添啊，他老婆很多街數，你知不知道他老婆，不是，那之後兩個他跟他老婆坐下，那再加上馮永業，那大家、三口六面搞定他、喝下酒咁樣和和諧諧，係咪先？有合理嘅答案咪好咯。如果唔係嘅話，你知啦，係咪先？我哋做嘢冇乜章法噶嘛。哇！係咪打完打完又彈咧？使唔使掟汽油彈先？ Anyway 啦，咁啦嗱，即係如果大家對呢件事繼續有興趣嘅話咧，咁我哋已經成立咗呢個叫基層發展關注網絡嘅。咁我哋咧就個網址就係 facebook.com/nothirdrunway， third 就三 RD。咁咧歡迎大家去炒嘅。咁歡迎啲五毛都上。係啦，啲五毛上嚟咧都冇乜問題嘅。咁但係咧千祈唔好人身攻擊，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會 report 你嘅。同埋記得整翻張 profile pic 喺度。冇錯啊。係因為都係 report 㗎。係，如果唔係都會 report 嘅。咁啊，臨走即係同大家拜拜之前咧，亦都要多謝啊，長期服務咗我哋 RTV 咁多集嘅阿 Ron 啊。我哋係咪應該要轉個鏡頭過去？係啦，係咪影翻住阿 Ron 咧嗰邊？我哋轉個鏡頭過去。係啦，係啦，咁啊多即係多謝你嚇，即係咁多年同我哋勞苦功高啊，勞苦功高喺同我哋喺度癲喺度爽。我哋班人喺度煩鳩曬。係啦，你宇宙煩鳩。同埋最後多謝呢個中西警區第總案組第一小隊。唔係呢個。咩灣仔啊，香仲其實灣港島警區重案組噶，係啦，係啊，仲有南京公安局 ，OK， 一直以嚟嘅支持，一直以嚟嘅支持，咁就正式協商會議去到呢度，再見，拜拜，拜拜，拜拜。